毕竟小孩子跟我在一起的时间真的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，就是我们两个的个性真的有一点像。陈俊他很坚强，其实我也很坚强，其实他比较喜欢粉色系的花，那因为粉色系的花比较少，那我们也祝福陈勋可以去到更好的地方。红人榜客陈勋妈妈二度落泪谈往事，虞美人现身告别式哽咽致意。一再提啊，落大雨，落甲伊的抱，为要等伊害阮三个阿甲难过过。被誉正任性接班人的超级红人榜歌手柯承勋，10月26号因为心血管疾病病逝，得年20岁。今天在宜兰举办告别式，粉丝也到场送别。现在目前陈勋的塔位呢，他会要挪至到那个台东出路的那个朝安塔，是明天会挪过去。如果是台东的那边的粉丝，或者是高雄那边比较近的粉丝的话，可以去那边追思。今天早上就打电话给我说，陈勋妈妈，陈勋有来看我。我说你为什么知道？他说抄佛经抄到凌晨3点，然后一边抄一边流眼泪。我说你不要再哭了，拜托。他去睡觉的时候，他很明显的感觉到陈勋就在旁边，很清楚。他说跟他陈勋跟他说谢谢，然后谢谢之后就唱了3首歌给他听，一首就是《落大雨》那一日，第二首就是《故乡的月》，第三首的就是那个《流浪告台吧》。其实他比较喜欢粉色系的花，那因为粉色系的花比较少，那灵堂的花朵原本柯妈妈要选择儿子最喜欢的粉橘色，但因为季节因素只好折中以粉色和紫色摆设。后面他就是全部的后事，就是我问他什么他都是不会多大的回应。我说是妈妈做主就好吗？他说好，他就是请不会这样子。骨灰坛上面你有选择了一段话，那时候有抉择很久吗？一个就是亲人永追思嘛，那 一个就是我把爱留在这里，因为我也衡量了很久，毕竟小孩子跟我在一起的时间真的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，就是我们两个的个性真的有一点像。陈俊他很坚强，其实我也很坚强。红人榜更特别献上2束花篮，上面写着爱唱歌的天使，我们会永远想你。包括主持人虞美人除了献花也现身告别式致意。今生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，所以告别式应该也只是暂别。我们不能决定生命的长短，但我们相信爱永不止息。我们期待再见面的时候，我们是更好的我们自己。他只要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里，他就不曾离开过。我们也祝福陈勋可以去到更好的地方。有缘无缘，大家来做伙，烧酒饮一杯，好哒啦，好哒啦。谢谢所有的观众愿意听我唱歌，爱你们啦！